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啊。谁跟他有默契？你别看，你尹思辰，你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啊，这不是，不是。你小时候还被狗追啊，顾西。那哪是普通的狗，那是恶犬，你知不知道？六亲不认的那种恶犬。什么恶犬啊？还不是你去偷人家柿子，让人家看门狗给咬了。妈，你怎么说出来了呢？顾西西，你小时候还偷人家柿子啊？没羞没臊。要你管得包。求我求你，我也没说你求我就会给你啊。西西，尹思辰，西西去开一下门。我去开门，给你。打住，这里没有任何需要你帮忙的地方。我想尹总是误会了吧，我只是路过，刚好过来看看。还有，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自信点。我只是不想见到你。我也不是来见你的。莫子欣，我警告你，你离顾西西远一点，她是我太太。可我也是她的学长、股东，还有偶像。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刚好路过来看看阿姨。莫子欣，我说你呀，小莫来了。啊，晚饭吃了吗？还没呢。那正好，一起吃啊。好呀，好呀，一起吃吧。辛苦了，妈妈。再烧个汤就好了啊。哎，妈，我去吧。不用，你陪他们俩先吃，先吃啊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谢谢妈。快吃吧。哎，吃这个，吃这个。那个太油了，试试这个。这个我爱吃。哦，原来你喜欢吃这个，那你早点告诉我嘛，我会加给你的。这个大蒜啊，就这个，看起来味道不错，给你。这半截青椒跟你也挺配的。能不能让我加个鸡蛋啊？我来，我来。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啊。谁跟他有默契？